我们说也要种土豆，你们看妈妈在干嘛？爸爸妈妈变很多，我告诉你。妈妈。太搞笑，真的，妈妈，变很多，我告诉你，你变很多，我认识你，你是6点起床还是7点？我不知道，起床太早，有什么康复做，早一点睡觉，就是我看不见吗？因为我想到你妈妈还没起床。妈妈，你去外面你看一下，好多人现在看火，你看他们一直看火。阿美音。你们看一下，变很多，爸爸变了，真的变。哎呀，妈妈还没下来，我一直等。我想我是婆婆，她是我的媳妇，现在。我年轻的时候，他一直找我，一直找。现在我找他。哦，这个媳妇不行。鞋子呢？真的，不知道这怎么去的，我走，我不知道。不是这个东西，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。你想为什么我等你？我们不是这个呀，这个辣一停了，这个土豆放下去就可以了。妈妈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是你的婆婆，你是我的媳妇。你看，他们都是公主，好稳。啊，因为爬不出来。什么爬不出来？我们做一颗是这样子的，好多是这样子做，现在。还还叫我媳妇，婆婆叫你。你看哦，我们也要是这样，你是牛，我是砍。然后你是走，我是对，我们也要这个东西。你是牛，对，我们也要，我们家也。因为是这样子的太麻烦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太麻烦是这样子的。不是，别怎么办？鸭嘴巴的，在这里。哇，我们不是这样子的，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种的，因为我们放一个土豆，小小的又是这样子的，好这样子的。我们在乌克兰种土豆，有大的我们吃的，有小的给猪吃，和种新的是种的，那个是苗，但是这样子的我。我没有种，我不知道会然后怎么办？什么？妈妈问他们土豆怎么种？但是这样子的，因为土豆，我现在告诉你是这样子的，因为他们我给苗啊这个，然后在这边旁边有大的土豆，不要太紧。大他家这边种土豆哦，你得吃啊。对呀、啊，是不是我们在种门是一家种？没人种土豆，没有人种土豆，没有。只有咱们这边便宜，便宜。嗯。什么？哈、啊，他笑我们是不是？他就你挺狗的。把你妈鸡喂你，看你这个爸摸爸天。哎，我在哪里？
开心啊！开心什么开心？你知道他说什么？妈妈说是妈妈开心。妈妈没有给你翻译。他说他说媳妇和婆婆一样年轻。你是你是婆婆没事。他的意思我也是60岁。没有，他说年轻年轻。妈妈，你骗我，他不是说我是乖的媳妇，他说婆婆和媳妇年轻一样。我就这么做，你听到是呀？没有，你骗我。那我也骗我。妈妈来了，因为我没有弄平，那就不对。你这样子就好了。嗯。这个东西我还不会用。锄头。锄头我不会。五斤有20块钱，10斤30块钱，你说买30块钱不是吗？这个五斤的，不是的。你说的呀？没事，我们今年不吃地瓜，我们吃土豆，过年没吃完，大家一起回家一起吃。我和豪金会吃，没有问题。隔一天就不丢进他就不回家。没事啊，咱上一次种菜不天天浇吗？不是这个太搞笑了，真的吗？一个看看不一点，一个你看看你看，种的菜都不结局，咱们种的菜你知道吗？你隔几天不结局都没了，看不一点，还有一点点，我现在两个。两个，那边都挂了。我，你啥都不吃了。妈妈，这一次拿这个浇啥呢？我特别开心，我们今年有种土豆，我没有像妈妈说的。然后豪金也会非常开心，因为他特别喜欢吃土豆，他想吃，他然后可以直接来，哇，我可以做，没有问题。